写行书哦，两点水的行书才这样写，一点点就加，一点就加这笔笔落来，加这落来，这是一直线。这是安尼，叫这两点水，啊三点水是这样，安尼这个出来这地方，这带有弧形，土字旁是这样，但波动的楷书的土字旁是这样写。爱行书不是行书就安那，就安拖地人，就这样而已。哦，行书的就安那样，就安拖地人。啊，这竖心旁哦，竖心旁是这样，楷书是安尼。啊，迄款的行书就安那，就安拖安尼，安拖起啊。竖心旁哦，啊，纸旁这纸旁很简单啦、啊，纸旁都换啊，叫安尼来，安尼来，再拖起安尼来，这纸旁很简单啦、啊，叫不下。这样意思懂吗？哦，啊，就按老师会写行书我都看啊、哦，元贞寿命，天地也是安尼。这你若要写行书也是可以这样，但是也可以这样写。也可以这样写，你也是按一下啊、哦，天真可以这样写，其实这两家哦，有一个要领哦，我各位同学跟我叫一个要领，也是按你来写。你即马看这里哈、哦，这里我即马用写行书来看，这就爱搞开掉。你看这里哦，现在没个酒呀，可以这样写，就是这样写。好，所以按一寿哦，一人你可以这样写。